就是，说句实在话，他们说的是，这个片子是好，而且是一种，曾体现我们的中国一个创新驱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电影。但是说句实话，没有时间去看，所以我还是正准备跟我家里面还说了，再找个机会去看一看。但这段时间太忙了，又没有时间。但是这个得找机会一定得看一下。这个是科学幻想，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说，也可能跟我们的今后的追梦还有一定的关联性。